里达哥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玩具？这个好丢意思的。这个是什么玩具？马桶耶！好比你的马桶。响了，出水的声音。有一个出水的声音。这难道它是可以用的吗？应该是吧，可以用。要不让我们打开看一看这个马桶怎么玩吧？嗯，看一下啦。哇！这个呢，马桶呢，我们已经拿出来啦。好像啊，跟我们家那个马桶好像，对不对？特别的逼真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这个瓷砖还有一种地中海的风格。哦，地中海，天蓝色，是不是？对。哦。哇，这个水流声音也做得很像哎。声音也逼真，这个样子也很逼真，是不是？对。那么这个玩法呢，我先来介绍一下啊。然后呢，你看这个中间呢，一会儿呢是我们要装满水的，水的。哇，我是干净水吗？哦，当然是干净水。干净水。然后呢，这边我们转动这个以后呢，比如说它呢指向的数字是一的话，那么这个人呢就要按一下冲水的这个按钮。啊。那么呢，就要看这个水会不会喷出来。喷出来。它这个原来是挂那个手指的地方。对呀，所以呢就利用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变成了数字嘛。然后呢我们就要看看今天谁要被水喷倒。哇，这也是很考验运气的。对呀，我们玩的时候呢当然不可能这样啊，当然要转过来玩。然后正好会喷到我们的脸上，可以洗一次脸。刚化好的妆难道要花了吗？那你就希望你还是不要输掉的更好啊。一定不要。那我们这样，我们在玩这个游戏以前呢，看看发生在这个小马桶身上的有趣故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公共洗手间中的一号帅气马桶。今天我要开启我的新工作了。我今天会帮助什么样的人呢？不知道今天的工作量会不会很大。有声音呢，有人来了耶。今天幼稚园下课好早哎。好可爱的男孩。一个新马桶。我要找小白玩。他不来吗？肚子吐，肚子虚虚。他好像个子很矮耶。小矮个子，服务员，算了，我就坐上去吧。他上来了，今天我要第一个帮助的是他。好舒服。小男孩还挺可爱的呢。好舒服，回家找小白呢。马桶，拜拜。还第一次有人跟我说拜拜，哇，好有礼貌，好有礼貌啊。今天第一个帮助的人不错不错。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让我帮助呢？我又听到声音了。哎呦洗手间。我这个声音怎么是这个样子？洗手间。我看到了，怎么是一只熊这么大？他得拉多少啊？我今天迎来的第二个人就这样子呀，好臭好臭啊。希望接下来我可以帮助一个让我轻松点的人。地震了吗？哎呦天哪，地震了，什么情况？空空的。哎呀，什么情况？什么味道？难道这里有一个马桶吗？天哪天哪天哪，这个大家伙，我高低不能帮助他了，帮助我有一个马桶啊！要不就在这里解决吧。不行不行，帮
助完他，我怎么帮助别人呢？刚清理完一个小笨熊，开，不能开，肯定不能开，你开，他居然敢踹我，我更不能给他开了。这是什么马桶？大恐龙够高低不能给你开门，就是不让你解决。我坚持住。哦，这个马桶，这个马桶就是个装饰品。对，反正我也不着急，我回家吧。不着急，你还来捣乱？赶紧走，快点走。太好，解决掉一个。啊，今天这一天过得好快呀！快结束了，还会不会有人需要我的帮忙呢？我有歌声，好好听的，会是来做什么的呢？马桶。哇，好可爱的小猪！看到马桶之后，我肚子有点痛了。还有这样的人，哎，不过呢，还很可爱呢。我是小仙女，我给你开门。我是小仙女，我妈的便便也要有仙女的样子。天哪，好奇怪的猪啊！拉便便还要仙女的样子，你不要忘了冲水啊，猪猪。这个怎么？猪猪的力气好小啊！哎呀，猪猪的力气好小。哇，哎呀，我都替他着急。抹布，哎，那我就给你擦一擦吧。天哪，这个小猪太不对，小仙女怎么这么好啊？你确实是小仙女。不错。拜拜，小仙女。哦，今天这个最后一个让我帮助的人，实在是让我心情非常好，非常好。那刚才发生在这个小马桶身上的故事有没有很有趣呢？那么小朋友们在公共洗手间的时候呢，也要爱护这个公共洗手间的环境与卫生哟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玩这个我们的喷水马桶喽。哇！我要这样介绍一下我们游戏的规则。我们要两分组。两个人两个人一组，分成 A 组和 B 组，然后呢这样呢两组进行对决，输的这个组要接受惩罚。哦，什么叫有惩罚的惩罚呢？就是要啊，现在就知道吗？对呀，现在可以让你知道。这个马桶有关是吧？真真班长真聪明。我们今天的这个惩罚就是要打扫洗手间。对呀，那么是输的那个组的两个人，所以呢我们要手心手背呢去分组啊。然后呢这个水呢为了可以看得更清楚呢，已经把它兑成了这个绿色的啊，这个里面放了一个食用的色素，完全是没有关系的啊。那我们先分组，手心手背啊，手心手背。哇，我和真真班长一个我感觉郭姐姐的表情有点类似于绝望的表情。没有，我相信魔力，我相信魔力大哥他非常幸运，是吗？啊，要不然这样，我先把水呢倒进去。我们先把这个绿色的水倒进去。哇哦，颜色超漂亮的，对，是不是？鲜艳。那我们这样，我们先换一下位置，然后我们准备开始比赛。那现在呢，这个你们是 B 组派出了魔力大哥，是不是？所以呢你看我呢就魔力姐姐，我们派出了超级幸运的实力战将魔力大哥。然后呢我也是超级实力战将。魔力实力战将。对对呀、然后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小围裙啊。然后这个边呢看见吗，有这个转的这个树啊，我们要看看转到几我们就搬几下怎么样。我们两个人呢赢的人先来，现在来的话比较幸运，是不是？对，石头剪刀布，我赢了，加油。我们要实行淘汰赛啊，比如说魔力大哥被水喷到了，他就要走开，然后就要你来对战我们两个人。如果我走开了，就要靠真真你去 PK 他们两个人了，明白了吗？没关系，加油加油。那我先来啊。二差一点。二，没有关系，幸运
的，喷的时候是特别长，嗖啊，我喷出来的啊。没工作了是不是？那你们两个开始吧，你们两个一样，说你的，我赢的人先开始，赢的人决定谁先开始。好，好，好，石头剪刀布，我先开始。哇，你们组的今天运气哦，一次一次，再来一次不可能。加油哦！啊，也是一次，没有关系啦。真真，哦，还是一次哎！哦，真真的太迅速了，进进进，两次，没有关系，我相信我自己。加油！没敢，你们只要谁和魔力大哥靠上边儿，谁就必输。你记得你有一次跟魔力大哥玩那个加球比赛了吗？加对，然后你们也输掉了，是不是？那那我也无话可说，郭郭就被淘汰掉了。魔力大哥呢已经去准备了，你快去找魔力大哥一块准备。其实知道这个水是干净的，但是其实从这个马桶里出来，哎，还是有一点。哎呀，这就是你的命运了，你快去找魔力大哥吧，拜拜拜拜。你们要好好的打扫哟，波波还有魔力大哥。波波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要擦一擦。你要擦这个洗手间吗？对，我在除马步。好的好的。哇，魔力大哥在做什么？哦，我在把这个擦地。哦，哇，这两个人的画面实在是太好玩了。那今天的洗手间的打扫就拜托你们两个人了哟。好吧，交给我们了。魔力大哥，你在找什么？啊？怎么了？那你们两个人就先忙活着，我要跟小朋友们说，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新魔力玩具学校，还有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，一定不要忘记哦。对对对，看蝈蝈姐姐在劳动的同时还不忘介绍我们的频道。对，那快跟小朋友们说再见吧，然后你们再继续打扫，魔力大哥，拜拜。